外星消防刚到星的这条魂，那我可能有这款代志。现在看到这张面，越看越不爽。可是刚到星的魂，那真正在我身躯里面，真正想要吐。敢会江道生是咧骗我，胡白讲，还是讲是真实的？可能朱丽萍真正看会出来，啊，不过伊若知影江道生的魂在我身躯内面，啊，伊就提防我，啊，伊一定人，莫阁搞作对。那个臭婴要因做伙啊！陈忠信甲尤香水，敢有好到这种程度？金玉失踪嘞，伊那看起来，敢无代志共款？少伟，我提醒你一遍，绝对袂当甲别人讲金玉都受用。安啦？嘿，袂当讲啦，先阿公隔墙有耳，袂当讲出去。会啦。这会当讲啊啦，丽萍的病房内面啊，来来外外我拢检查过啊，嘛安排好啊。不管是想想要监视、监听啊，是要动什么下手啊，我拢会发现啊。目前这算上较安全的所在。少辉，我跟你讲哦，只要跟我妈安全有关系哦，我爸绝对甲为安代志有甲上关，连指甲棒哦都免想到我妈。以后我一定会较注意。一个字拢袂泄露出去。你无需要甲说多些啦，讲起来是应该伫遐福大命大。发生代志，伊当阵啊，拄好桂林出手相助，啊，若无即摆结果安怎，嘛无人知影呢。我讲爸咧上短时间来查出凶手一项，就一定是江道成啊。这个需要用，代志无这尔简单啊！人拢被救走啊，就等于代志白空啊。啊，不过江道成安尼无要无紧，这表示讲伊背后啊，可能还佫有甚物阴谋诡计。等我先看清楚，这到底是甚物局啊？然后咱佫精准一遍，就把凶手找出来。所以目前大家千万唔通冲动啊，一定要警醒，这上要紧。是啦，人伊平安上重要，其他再沓沓进行啦。阿丽萍去做检查，那只久了袂回来，我来甲看卖者。英姐，我来看你弟阿姨。跟你拄好，尤忠生嘛伫遮。是啊，真正拄好咧。我一开门差点把你弄着。你要来看丽萍哦，还佫去做检查呢。原本佮你想讲啊，那检查遮久。要来看卖，即摆个时阵嘛无需要啊。检查煞，因就送伊转来啊。先入来。杨总裁看起来气色袂歹呢。上回本杨总裁来陪伊做检查，顺便来看我妈。小凤，你咧？你毋是做博弈居民意愿调查，应该真无用啊。那专工想来看我妈，金玉到今麦还阁下落不明啊！你拢无去找，你袂烦恼？我甲你讲啦，袂用干那靠警方去找，你家己啊私底下找救援队去找，唔才对。这我当然知影，你免烦恼，嘛免恁提醒。对啊，不只敢有听到少辉讲，什么大兄大嫂，会当较早转来伊身躯边，啊？你不是跟江开阳已经毙命了？
蒋家是无可能阁接受蒋开阳的。伊三番两次伤害家己亲人，根本无资格做少华大兄。少华心目中的大兄是蒋开阳，大嫂是李子谦。伊希望因紧结婚，帮伊蒋家大，安尼出来较热闹啦。杨总裁咪感觉较安慰。尤总裁看到我，敢那真无欢喜呢。我应该无得失着你啦，哦。敢无？蒋开阳是甚物款的人？伊杀龙蝴蝶啊，甲尤香水杀去乌去啊，三十两呢，真济啊。而且照你讲啊，罗家应该甲阮陈家合作。你竟然甲江道成做伙去做甚物？申请博弈许可哦。你安尼等于甲江道成啊合作来包庇啊？暗号江开阳啊，杨香水是安那，互你好面子。江道成甲江开阳到底有合作无？我无清楚。我干那知影，陈东俊即嘛是伫咧食江道成的头路。那是安尼，尤总裁看到你，应该佫较讨厌较对啊。哪会有来看丽萍阿姨的道理啊？吴家峰，你莫看到佮伊边去。陈东俊应该把蔡有理啊。伊在外口行为，阮陈家无负责。伊若想要让大家对你好声说，公安园区博弈许可计划卖走啊，薪酬金鱼还要紧啊。这两件代志根本无冲突。你利用金鱼来做理由对付我这红婿，你把金鱼利用到伤过分了哦。一讲煞未，这是丽萍的病房啊。卖伫迄只冤家啊！罗家峰，你若要继续这款的态度，我跟你讲，你嘛不少来看丽萍啊，因为看到你啊，已经气成落命，气昏去啦。既然你大都无想要听落去啊，我就先离开啊，卖伫白房吵。余总裁，小姐，过身嘞。你伫外口偷听啊，监视器是感应到，手机也随通知啊。我想应该要听了啥物？差一点仔就互伊偷听去啊！拄只好加载，你学较真紧嘞。我若是有你这样巧就好啊。阿姨，你遐你等来啊？真拄好呢。安尼哦，吴律师啊，明仔载就免阁走一转。多谢您协助尤总裁。你啊，这位余博士啊，是足出名的语言专家哦。伊讲嘛，这是中风影响着语言能力，无影响着判断力啦。所以哦，我所做的委托啊，甲修改遗嘱是完全有效的哦。这是当然的啊。阿姨做代志遐尼认真，为着慎重起见，伊阁专工哦，请一位公证人来，当然伊判断是无问题啊。伊哦，这江开阳若是要用这点来做文章，无要承认阿姨的意思是有效果的，咱得有充分的证据会当对抗。啊，不过我唔知影阿姨做啥物调整啊。主要是尤总裁私人名下财产的分配啦。上重要的是尤总裁要来委托你来做伊甲龚少怀先生所有股份的监护人，所有的股份甲财产，拢由你来决定要怎处置。委托我做监护人，这位是监护人委托书，麻烦你签下名。啊，除了一寡哦房产、收藏、现金的财产配置啊，妈妈哦，国家470亿的钱哦，到你无极集团呢，摕来哦稀释股份，啊处理完以后，妈妈手头的股份就为20%变作30%。啊，大兄手起的股份哦，就为20%变作15%，安尼哦，就免加大兄有白来啊。虽然阿姨手头迄30%的股份已经决定要分给啥物人，也毋过伊嘛无甲你放袂记真嘞。伊进前哦，一直坚持讲要委托律师甲江开阳继续拍官司啊，要将你去予伊霸占去的股份讨倒转来。而且，
咱毛爸当年是安怎让海西的影片做证据，这个官司一定会当继续拍落去。非得就是袂当让姜凯阳看你好吃苦。我吴集集团30%的股份，15%给邵怀，15%给中志。若是搁甲姜凯阳15%的股份嘛偷倒转来，阮就会当甲吴集集团了掉，袂予人抢去。凯阳，你一定要替我先顾的，卡免中志还袂付继承进前，搁去予姜凯阳再来乱。凯阳，即卖这个家，我上信的人就是你。阿姨，你把所有的股份、吴集集团的职务，甚至是你名下的财产，拢交我全权处理，甚至会当重新分配，安尼敢会太过冒险？阿姨就是相信你的能力，才会安尼安排啊。因为公司万一若是有啥物变化，还是讲投资有需要，你才会当自由调动，唔免经过公开用的质疑，安尼才有效率。阿姨，这个重任我就担落来，为替你守护姜家的完整。江总裁，我敢有需要将后边这几页一条一条的适应细则念给你听？唔免啦，拄只我有影过啊，应该无啥物问题。我提转去进行下一步的工程，完成故事。多谢您的协助。来，请，顺行。阿姨，大嫂辛辛苦苦照顾咱大家啊，嘛受到真侪委屈。等我开始管理吴集集团，还有姜家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大嫂生活。这是当然咯，而且妈妈有准备一份足大的财产要大嫂嘞。哈，我无资格退啦，我嫁入来姜家无几年，啊，就变成植物人倒30年啊，阿天拢无放弃我，佮利用所有的资源，就是要把我救起来。恁对我已经是仁至义尽啊，我袂当佮摕恁的财产啦。大嫂，你哪会安尼讲啦？我妈妈已经把你当作是阮家的查某囝的，我有的，你嘛一定有啊，因为咱是一个伙啊。不管分何些人偌济，为滴最后也拢是我来花，拢是我的。阿姨，你的心事会当放下，你的身体一定真紧就当恢复健康。那以后这个家有你、有启阳、有子倩。一定会当顺顺利利，好好过日子，安尼就好啊。啊，好啦，时间真晚啦，明仔载毋是阁有一个重要的参会，阿姨，赶紧去休困啦，甲精神哦用好好。对对对，明仔载是妈妈上重要的日子。那安尼，咱今日白去休困，我来送阿姨。我一回来就拄到这款的代志，杨湘水把家己私人的财产甲吴集集团双手捧给我，我想要安怎处置就安怎处置，真正是哦，得来全不费功夫。